营养坤年度新书营养上款嘉年华，举办至今已经迈入第三年。今年共受上款联合着农会、业者等等七个单位同齐来筹备，今日特别举行宣传的记者会，首先来公布精彩内容。台南四百的一个美食专车，那这个台南四百的美食专车，有无感的体验，那它也会开到我们现场。那乡亲朋友也不是只有来到嘉义，台南各地各区的美食，都可以在这个美食专车上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尝，这是今年跟以往最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美食专车也都是我们市政府系列的台南四百的那个庆祝活动的一个环节。除了营养四宝、白鹅、酸水、乌豆啊、甲文旦等等相关的产品的展示之外，只要来消费，也有机会当抽大奖。另外，主办单位嘛，鼓励民众爱拥有券发票来帮助弱势。今年我们的摸彩哈赞助单位已经达到了20个单位，那摸彩的奖金已经超过了20万啊，那个比去年更棒哈，比去年更棒。那今年我们在举办活动的同时，我们也有。用那个捐助10张发票，我们会就赠送1碗100块的那个鹅肉拉面这些帮助那些弱势团体哈，还有我们农会的义卖，我们都会来做帮助一些弱势团体了哈。哎呀，上款这次参与的单位已经到110单。若是佫加上夜市啊，会有250单以上。欢迎乡亲9月15号来上地表头前到老街买物件抽大奖。那这是新闻的营养彩虹报道。